12月23日消息，知乎大 V 天启现已曝光联想 ThinkBook 14+2024笔记本的外观图。该系列笔记本预计将搭载英特尔最新的酷睿 Ultra 系列处理器，不久后上市。消息称，这款笔记本配备了 Arculink 显卡坞接口，可用比雷电4更高的带宽连接显卡坞。此外，这款笔记本性能释放、屏幕素质、SSD 接口规格等方面也会有所提升。联想 ThinkBook 系列的新机还包括 ThinkBook 16P2024 性能本、 ThinkBook 13+2024轻薄翻转本以及 ThinkBook Plus 2024笔记本。主打创新的 ThinkBook Plus 2024这次采用安卓平板，支持视频输入加笔记本机身分立式设计。 ThinkBook 16P2024、 ThinkBook 13+2024、 ThinkBook Plus 2024。此外，知乎大 V 天启还曝光了联想新一代拯救者游戏本和优格笔记本的相关信息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天启官方账号查看。在联想方面了解到，此次曝光的笔记本新品可能会与上市型号不同，一切以最终上市信息为准。